1月23日、武漢がロックダウンされた。路上には車がまばらに走っている。1月24日、まだ車は走っている。1月29日、車も人もほぼ見えなくなった。最大的拍好久不见武汉的最大的理由是我个人想去看看现在的武汉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经常看不仅是中国媒体的武汉的报道，还是看海外的报道，都看日本的、美国的、中国的都会看，然后发现关于武汉的报道太乱了，就是信息有各种各样的，不光是报道，还有网友的评论也好，有关武汉的，武汉的媒体说现在安全了，没有问题，清零了，没有感染者，但是西方的、日本的都说还是很危险，那个中国人说的都是假的，肯定感染者肯定有很多，还是很多人死那种，关于武汉的信息特别的乱，我也不知道真实的武汉是怎么样，所以我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想亲自去看真正的武汉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把真实的武汉拍下来，然后分享给中国人还是全世界人，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恐惧，我个人没有什么，因为我比较相信中国官方媒体说的数字，就是确诊的人、确诊新冠病毒的数字，我比较相信，因为我在南京的时候，天天观察这个数字，它确实，撒谎不了。如果身边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都感染的话，这肯定撒谎不了。就官方媒体说清零了，但是我的身边的，有啊，有这边，对，这个数字。比较相信，所以我个人的话没有那么恐惧，但是我的周边的人比较怕，所以我的节目组的编导和摄影师都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去武汉。分享，我没有自己想分享的东西，我想听他们的话学习吧。你关注过他们的？看过。那他们是在封城的时候拍嘛，所以很羡慕的。其实我也想去，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想去，那去不了。我在外地人，南京人，住在南京的人，所以想去也去不了。而且官方媒体的话可以拿许可去，但我们是自媒体，我们的力量很小，想去也去不了，所以很羡慕，想问问他们在。封城的时候的武汉是怎么样？